我有人说阿弥陀佛，我都念了你一天念三万声，你有没有被感动啊？有没有被感应啊？你还没来啊？好像我们念了三十年，说哎呀，这三十年才赶来，不是的，是你当下念佛，应念现前，众生愿见佛者，佛即应念，现在其前。当下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佛就在我们头顶放光，加持我们。当下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佛就在我们舌头上放光，放大光明。当下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佛就在我们心中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所以佛这么灵光，哪里像我们凡夫一样说一天念几万遍没见你身影，不是这样的啊。那么临终的时候是佛现前了，但并不是那个时候才现前，是因为我们的眼着昏花，现在看不着，现在不要追求看着，也不要追求听着啊。临终现前那个是正当的境界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